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光人哥，这里是实时杂志播的切分思想看系列。看过上期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，上期银河奥特曼对战这一个 X 奥特曼啊，被 X 奥特曼狂虐啊，输了。那么这一次我们银河奥特曼进行了黑化操作，变成了暗黑银河奥特曼，同样是1500名，大家觉得谁能赢呢？觉得1500名 X 奥特曼能继续获胜的扣一，觉得1500名已经黑化的暗黑银河奥特曼能反败为胜的扣一个二。话不说，直接开战走。我们继续先看一下中间线的形式啊，中间线的形式现在完全看不出来差距啊，我们再多等一下就知道了啊。现在双方的实力也很均衡啊，看见没？这黑化后的银河奥特曼，暗黑银河比银河奥特曼的实力应该是强一些，但是现在打了这么久之后，我发现还是打不赢 X 奥特曼呀，朋友们。这 X 奥特曼在这个游戏当中还是有一点厉害的呀，我真没有想到暗黑银河也打不过，我的天。哇，这边全是黑色的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哇，已经被包围了。这 X 奥特曼的实力看来可以啊，在这个游戏当中这边已经全军覆没了，只剩下这么一点了，前面这里还有几个发呆的，朋友们看见没，就这么一点了，还有那几个发呆的。哇，这么大一片，这么大一片，全部冲下来了，全部冲过来了，准备把这几个发呆的干掉。哇，来了，好，就剩这么一点了，应该要被包围了，跑不掉了。好的，战斗结束，依然是 X 奥特曼获胜，你猜对了吗？好的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瓜力哥，帮瓜力哥视频多多点赞，没订阅瓜力哥频道的记得给瓜力哥频道点个订阅，想看什么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吧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怪牛哥，这里实施战争魔力切粉丝想看系列啊，这次我们出动了重光欧布奥特曼啊，那么他能打赢多少个拿着武器的无限赛罗奥特曼呢？他不会一个都打不过吧？把你的评论打在评论区，告诉怪牛哥你的预测。开始啊，这么慢吗？速度？嗯？哇，攻击力挺高的嘛！哎，这就有一点难受了，朋友们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因为这个游戏你不能设置开始进攻，要不然就一群全部围殴过来了，所以说只能原地待命。但是这个无限赛罗的攻击距离又是近距离，这个重光欧布他直接就激光，我的天！这就说没得打。结局已经注定，而且他攻击确实挺高的，这光波基本中个一两个，这无限赛罗就倒地了。这站着不动的话，这无限赛罗完全不是重光的对手了。哎，这数量不用你们说了啊，这结局绝对是100个，因为这完全无法动手，对吧？好吧，那么这继续放下去也没多大意义了，那么下一期视频我们再看别的测试吧。这个测试好像只能用于近战攻击英雄了，这远程攻击英雄是没法测试能一打多少的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观众们，观众们视频多多点赞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吧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实时战争模拟粉丝想看系列。这一次我们的欧布奥特曼又切换了一种形态啊，非常强大的一种形态，暗耀形态。那么他能打赢多少个无限赛罗呢？把你的预测打在评论区，告诉瓜牛哥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，走，第一个。哎呀，几拳头倒一个，你看这个暗耀，他这个肌肉。
哇，真的是体型要比这个无限赛罗强壮的太多。这拿着武器的无限赛罗也不是暗夜欧布的对手呀，非常强，非常强势的一个角色。我觉得暗夜欧布可以挑战一下一叉龙点的一个王道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哇，这已经打掉了一半了，我们两倍速播放，看一下能不能打掉100个无限赛罗啊！要是能的话，我们用一叉龙年雷德王来测试一波，很强很强！哇，必须出动战斗力标杆来测试了啊，朋友们！哎，打到了79个之后，第80个被他打躺下了。那么你猜对了吗？支持瓜力哥，帮瓜力哥视频多多点赞，下期视频我们再战吧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力哥，这里实时在直播，且粉丝想看系列奥特曼，暗夜欧布奥特曼挑战，这个游戏当中非常强势的一个怪兽，一叉龙炎雷德王战斗的标杆，他能打赢多少个？把你的预测打在评论区，看一下你最后能猜对吗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看一叉龙炎雷德王手很长，但是我的天，暗夜欧布，我刚说他的攻击力非常高，但他的防御力不行呀，朋友，打败了2个一叉龙炎雷德王就躺在地上了，很难受。一叉龙炎雷德王不愧是战斗力标杆，战斗力强不强？用一叉龙炎雷德王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但是有一点不公平啊，因为两个一叉龙炎雷德王同时进行攻击的，那么他要是一个一个打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单挑赢3个啊，但是这个测试只有2个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光临哥帮光临视频多多点赞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实时战斗的铁粉丝想看系列啊。我们出来了一个新的非常可爱的角色 ，Q 版戴拿啊。我们现在 Q 版戴拿出来了，我们用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奥特曼迪迦奥特曼来挑战他。一个迪迦奥特曼能打赢多少个 Q 版戴拿呢？把你的预测拿在评论区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战走。哎，哎呀，又是远程的，这个真的真的炮灰了，朋友们。这难受了呀，这就是炮灰啊，这一个远程攻击的比这欺负戴拿呀，朋友啊，哇，而且这戴拿好像防御力不高，我就算这个迪迦奥特曼不进行远程输出，他们估计也会全部躺掉啊，这结局异常明显，朋友们，这 Q 版戴拿啊，他就是个 Q 版的，战斗力也是 Q 版的，已经结束了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瓜牛哥，帮瓜牛哥视频多多点赞，下期视频我们再来看。